那大家今天是跟朋友来，还是跟女朋友，还是跟男朋友来？我还是就是让大家的心里充满了爱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就是那个也可以想着我，然后充满爱。没有不想要的话就算了。民族风一点的歌，对，然后他的歌词在讲说，这是一个人，他在沙漠里面寻找某个东西，就是非常努力的在寻找东西，对，那我在寻找的东西在哪里呢？OK， 来，再来一首，好听。